这什么玩意儿呢？狮子狗，狮子狗就算了。欢迎来到英雄，还是虚弱致命节奏狮子狗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能不能整个 AP 大石头？能啊，这不 AP 的吗？好勾，他下去了。可以打呀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我靠，狮子狗拿人头，我没有。大乱斗，四换三。谢谢蓝莲汉的飞机的钻粉飞机。谢谢啊，感谢。全速前进了。谢谢矿泉水的飞机。兄弟们，今天能办卡的办个卡吧。需要个100个兄弟来办张卡。啊，没开呀，不行，明天开吗？不行，明天就过期了。对呀，所以明天开吗？抠一下，来回跳跳跳。就是像精神病人啊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谢谢不吃火锅，谢谢吴大哥，感谢啊，谢谢低调，看看好几个螳螂在这地方卡，跳墙卡住了。你是头一个没卡住的人。这波线儿推不过去呀。咦？这有什么秘密？回家吧，
没用，打着我也回去了。我决定来个炉灯。还让我办卡吗？那你想办就办呗，那是缘分，这都。吃个塔皮儿，吃的狗上哪去了？消失了，四级他应该也不能去干啥，也没啥用。据我的推断，他应该是跟打野吵架了，挂机了。应该是艾克帮他收兵，然后这狮子狗啊，哎，你凭什么收我兵啊？我妈都没收过我兵，你敢收我兵？玩了，挂机了，不想玩了。大傻子，艾克可不行啊，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这塔一推直接无敌。再收一波，最后一波。那刀妹跟我搁那干啥呢？卡视野。我有跳弹，你有吗？走开！不要搁这卡着我。谢谢猴哥小迷弟。他咋出来了呢？这里头有眼儿。这里头有眼儿，我们绕一圈儿。可以，那看来他是掉线了。
那你这掉线了，你这更没法玩了。打再推最后一波吧，可以了。炉灯、美甲、血魂卷、小皮孩全都有。看谁比较肥，刀锋。刀锋怎么还带个盾呢？没了。嗯。耗点盐可以抓的。给个米其林轮胎拍地板。我狮子狗上路不收兵，太往下了。蓝枪哪的？下路蓝枪啊 ，AD 蓝枪，等我打皮都吃了吧，不吃白不吃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来了，哦，拍地板，太银金了。我就知道这刀妹这英雄不太能野，野他准备好下场。我开法枪有点低呀，得先来个十一级了，法枪太低了。这把我们可以打的时间长一点，有个宿敌可以让这螳螂进化一下。我闪现，不行了，我好高，先打个蓝。
全速前进了。差点钱，等一会儿吧，攒个20块钱。正在呢。猴哥是啥？猴哥是人呢，是人。预判。好的。我18没有大，你凭什么在我面前晃？嗯？神经病！哎呀，头这么铁吗？那后边这么多人呢？搁这儿呢，就搁这儿呢。逮着艾克杀，可以。你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大招只给艾克。擦个包子，正在呢。先把兵都收了，再收他。管家，这是干什么？我靠！还追呀？
脆弱炮可以。刀妹儿好像是有点愣，哎，但是算了，万一他有大，我就打不过他，拉倒吧，别皮了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好不容易死吧了，我先回家出点装备。一看这卡莎就是要推上塔，找他去，不推了啊，不推算了。咋把蓝打了？打的自己家蓝吗？别着急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，我的美甲窃魂卷。杀艾克啊，那刚才有两个人，那美甲窃魂卷直接加八层，不要白不要啊。龙魂还是可以的，来波恐怖游戏，先吃点鞭。哇哦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，回家了。猫子也出来了，石头人法强咋那么低呢？我还点的那风暴聚集。30分钟加48法强，60分钟加168法强，以此类推。那我要是120分钟，他就给我加，不重要，打不到那么远。
巴德右吗？有多右啊？也不右啊。你他妈咋的你？回一回这样玩儿。教你们一个细节，看着没 ？W 开完以后不打，然后现在打，手里有 W 吧？哎 ，W 又好了，哎，再开就是无限，你知道吧？无限用，明白没？小细节。